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，从导演和主演阵容都非常强大，也被我们业界寄予厚望。从近两日整体票房来看，也没有让大家失望。以长津湖来讲，此片一举打破中国影史11项纪录，包括国庆档影片战争片单日票房纪录、国庆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等。我和我的父辈延续国庆三部曲，表现也非常出色。通过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，这两部影片在国庆档期间全国大盘排片占比80%，贡献了90%多的票房。